北京时间12月4日，山东队队长虽然宣布退出微博，并且表示自己因为发表让他滚出山东言论的山东球迷倍感受伤。虽然写道，谢谢你们，真的很感动，骂我也好，调侃我也好，我一点都不在乎，每一个让我滚出山东的山东球迷，我倍感受伤，竞技体育原来就是这样，毫无感情，上个赛季我献出了一切，我的脚踝四处撕裂，我知道我哪怕在场上不得分，我依然有我的作用，谢谢你们这段时间的谩骂、调侃和支持，我得不得分不重要，球队赢球是最重要，我很爱我们这支球队的每一个人，加油战斗。还有，这是我最后一条微博，我已经不在乎所有的一切，你们开心就好。本赛季至今，虽然场均能够贡献2.7分、2.7篮板、2.9助攻，何瑞明